今天我们又来到坦克联盟啊，好了，这个英雄联盟啊，因为时间比较多啊，今天来吧。那我先看一下阵容这边啊，我是一楼，本来我是选了南枪的，然后二楼赵信，这个四楼选了盖伦，他们都确定了，然后我就叫来个法师，然后这边选了这个杰拉，我这边来个 VN， 然后我就问 VN 你要 ADC 还是我要，然后他确定了，那我没办法，我就选个诺诺吧。这个诺诺也是VM 比较好的一个辅助了，因为那个 AW 满级是超越一个红叉的攻速和移动速度。我看一下阵容，我们这边有诺诺、妖信、VN、盖伦和这个新英雄叫杰拉，我这边有蛮王、猴子、赵信、死哥和盖伦，他们切入比较强。这个赵信有一。有一茫茫也是一啊，行。相对来说的话，我们这边就有一个赵信切入，好吧？这边都读盘完了啊，先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呀，我家这个小霸王啊，实在是不行，没有办法。好了，继续等。我看这边100多延迟，感觉可能会比较。啊，说一下这项技能，这项技能我是没有时间调了，因为我换 VN 的时候就剩十几秒了，然后他选了 VN 之后，我也没有时间去换填补了，我就带了一个法师的2190啊，跟上，我现在就是21级，所以点了法师的前面那21点，就是一个暴力法师的点法，然后这项技能是点火闪现啊，追杀小伙。点火是用来杀人的，这边我看一下，还是初中之装，初中装吧，这个刀觉得没有必要，还是鞋子吧。情况这个表示我要跟边，哎呀，这个跟边是啊，哎，今天是什么情况，这个服务器这是什么奇葩状况呢？哎呀，哎，315，游戏崩溃了。哦 ，VN 的腿比我短15，按赵信鞋子，盖伦鞋子，杰拉是哎，回去啊。哦，要抓人啊，抓去抓。哦，今天没有人，先赶紧。编制学什么？去 W， 这，你这回去吧，要不你这兵丢了就不好，会死的。子弹，打手机。哎，这个啊 ，VN 你不知道，我让他，你学了，给人上个 W。抓紧补刀呀！是这个，怂一点，怂一点。还有这功课比较好补吧。这个猴子，你这样子啊，蓝真多。没带到这个回蓝呢、啊，可能会比较伤了。然后主 W 负 Q， 啊，主 W 负 E。
会来啊，一会这个家里面来电话。飞人同学，你补这刀呀？好，我去补刀，要来吗？啊 ，W。我还是A 兵嘛，这样子的话，一打中啊，我去，这个滚走了，还是死了。这个 VN 同学，你小心点啊！上路打得好 happy 啊，嗯，很忙啊，互换了。啊？你这，哎呀，盖伦你。啊，这个才六个兵啊，然后这个，哎，这个要炸平台啊，炸平台来平台，这个。拿六级套就好了，别上他不了。这个表示教训你，你不要裸红叉给我啊！裸红叉是不正确的，意见啊！这教训很舒服、哦。啊，死的大招！我去，哦，没给到他，这个有点悲啊，哎，我、哦、这个号线太强了吧，好、哦，第一个他，上联合啊、哦，把他们两个逼走了，啊、哦，还逼出了一个大家血，就挺好了。敌人同学，你能别送吗？这个调血啊，啊，这假了，哎呀，这个猴子真是匪首。好、啊，明天过去之后就难补了。好、啊，不好意思、啊。还是，把这兵先推过去，给他上他呗。魔不是很多，放回去还是闲着是吧？把消息出来，兵推了，被他抓了。看一下第二把的，32-22，啊，不过死了一次啊。就差多了，这个表示十个补刀很不够啊，伤了一次才纳了十刀 ，VN 24刀，啊，我刚说这个就把对面杀了，同学，啊，点错了，找死啊，我、哦、去被打断了，那就挺伤了，加了加。啊，还是在那一走，走啊走啊！这样的话，哎，在哪里啊？我看一下，不记得了。好、啊，不是这个。
打了，好，我上去辅助 AM 啊。哦，三速鞋。这个你们什么意思？好，有人下去了吗？啊，毕竟这个 W 还能释放技能有用啊，这个表示不知道啊。你小心点啊，这个没有蓝，这边死个一管蓝啊。好，被抢到，哦，拍一下，好疼啊！没上 W， 这蛮蛮好凶啊！来消耗你一下，哥的，表示他都不敢了。然后这边有人，他说没有人，哎呀，还不死？想太多吧你，这个。表示二级 Q 比较好。那个有人头入账，嗯，好的。好，没吃到，我把那个明星推过去。嗯，在录着被压，剩两个三秒钟，还可以。哦，继续来。哎呦，德玛西亚没吓死我，哈哈，好死哥大佬，这个不行了，让我回去的话就龟壳了，龟壳。这个我表示我是一个不带眼的辅助，11-10，啊，也让你要放种子啊，不放种子你怎么打？我没种子。盖伦同学说要上去抓人，你这样抓，哎，死得那么谨慎，这兵线也不好走吧，还绕后，还真抓死了，这个挺棒，哎。去你们同学，你不能这样子啊，吃掉吧，哎呀，这个你们打了好激烈啊，这个表示不管我们是打什么野？晕死！这个有问题啊！好，看来这场是不用打了。好，这里有个塔，我去小涨点。好，要抓他。那我看一下怎么样，教他招，这个啊兄弟，好了，吓死了，哎呦好嚣张啊，这盖伦主 Q 了吧，慢慢给大家上点火，走吧，这人头是我的吧，啊我就说，那我是叫你走你不信啊，这个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那好了，看到猴子和死哥，但是有人 TP 来 ，TP 来接拉。好，我们 E 一下，给盖伦上，被猴子击飞，给盖伦上 Q 点一下，死哥再见 ，E 一下猴子，好了，离开，输个血瓶，猴子要追盖伦，
一下他点好了，来走。这个杰拉超神呐、啊，这个真牛逼。啊，好了，这个表示你们抓人真是。然后你 S N 我就给你加个攻速，给你继续 S N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不说这么多这些东西。哦，盖伦同学又回来了，这个我是个血兵，这个血兵还有两个，还有个 Q 啊，自重点，看看他会有。哦哟，等马下下撞脚残线，好、啊，又是死哥。哦哟，这个盖伦好凶啊 ，Q 下 ，Q 下。Q 呢？哎呦，兄弟，你这三处对面也是三处，走啊！这个，这样的话，我还是要出这个东西。Q 下 ，Q 下滚下死了。哈，走啊，还顶着他打，这样子都能换掉，是我上一回就死了，哈哈。哎呀，这个16-16啊，还行吧。不过我们的视野控制比较好，导致刚刚上路那一波很爽。哇，干了9个人头啊，这，哎，刚才是杰拉超神还是盖伦超神？哦，盖伦超神啊！有感觉啊！你 Q 我，我兵线卡在这里，这个卡下兵线还是好的，控兵线啊、我不说什么，这个11级很快刀，一下啊没一出去，哇、哦！这盖伦四处收割人头。我有恢复，你也有恢复啊，比谁恢复多，我就25消耗了。哦，我还有大招呢，我怕你吗？试一下。想回血？想多吧你？走啊！哦，银血要做银血，这边哇，好嚣张啊！绕塔后，死哥同学也来了，一下啊没一出去，被减速啊，这个没事啊，边推开，啊哇，我看见好像要上的样子，结果我就差点开大招了。是个铁人吧，想干嘛上点火，死吧你，交叉剑有毛用啊，我去，蛮蛮要成为野区霸王了吗？啊、我是野来我就反手完事了，我好像蛮蛮走不了，哦，大招这个没办法了，前台呀点塔呀，这个、哥好不容易给你，同学，你这个耗跟我耗不起吧？啊，好的，18-18，啊，盖伦 TP 来了，避一下他，这个我吃沉默不要紧。你这个打人身上就疼了，木塔这个猴子在推啊，哦，走什么呀？这个门不推塔，至少要守塔呀。那有这个回血还挺好了。哎，看到 N 路人来抓，我直接开大招，哦，插手剑把大脚打断，要不干人就跪了。哎呀，这个。啊，手开剑没办法。
非常的愤怒，我觉得这个妈妈很不专业啊，我是他，我就辞他面下。我就拍着他还挺哇无尽的，还好有回复。这个我保证先卡这里吧，虽然说兵啊这边要打起来了。我操！看能坑我！走走走走走走走！我怀疑他又开大招了，妈妈要来搞我！哎呀，还是不要开始。那个表面上，然后就出个日炎，还出什么？出皇冠吧。艾伦，好肉啊！啊，好、哦、下路把他推了。这个别，这个不是这个艾伦真是能耗，表示你上总是把他做掉啊！哦，没大招，啊、哦、没大招我也能受。这个不是他的话，我就把猴子人头收了。这总之两个啊，这里他身上有一个。一样黑切、啊，黑切也行。啊，登陆塔去掉，他们要上来搞了。啊，这个还是比较好的，他们比较不专业，黑出一下这个死哥还出了个大天使，金女神之泪跌了，有点那啥了吧？现在魔抗还是比较高的。好，我看一下要加给这个。嗯，艾伦发浪了。这个 VN 你要守就守吧，反正你是远程啊，我们都近程。哦，死了，走吧，上塔。我、哦、看了这局，四百多，给他踢过去了。我给张俊俊看，加了我就走了吧。好，把十个做了，这样子就很好了。我现在是一个中路团趋势，而且现在有大招，要团的话不怕，有鸟眼他还能挡技能啊、要把猴子做有点不现实。那是因为啊，信爷在哪？这个猴子是假的，明显不用看了。哦，真的，这个不管，我是推的。好了，这个赵信啊，有了这个血之沸腾，由于吃了啊，叫什么？啊，算了，那给别人讲，直接就上我们高地了。打起来了，不能不去打，啊，还被他他妈吓死！哎，好了，啊，主地了，当然主什么都没关系了。这个盖伦还很健康的，十个上 W， 好 Q 中。这个你没沉默，我不怕你啊。连坐了，那马上上个收塔，不怕，给了上 E， 这个我养怂养十个，这个我是主意啊，你跟我耗是耗不起啊。哎，这就这是带什么？没带传送啊？皇冠出来，开始做蓝盾。哎呀，这挺伤的，好伤大下线。我看一下皇冠，
同学你又来了，这个你好像跑不过我，旁边有红茶呢。连1.5的攻速了。赶紧团呀，这茫茫大片了。哎呦，这样子我的大小一块了。哇靠，这是啊，3.5你们逼不过，想走连追他上大不了，你别推开他就行了。哦，他一走呢，好了吧，哥，你跟这个超级兵继续搏斗去，这超级兵170攻击力，加上还是赵信啊，啊不赵信，盖伦啊，你跟这个啊结束这个连上走下去啊，边 E 了 Q 奥德玛西亚最后一下，这个号跟着号 Q。哇，这超级兵打得比我还疼。好了，现在要传上路，这边大小手了。接下来草丛原子弹，啪！是管血 ，Q 下回血。一下，啊，马上开大招！去，还不死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皇冠呐、啊，走啊！哇、哦，塞，这样都行。哥，好像，好，啊，这个大招真是嚣张！等一下，啊、哦，大手文头，还换了一个，这样的话，还要就摆啊，差不多了。啊、哦，这个超级兵280，但这里写的是190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 bug 吗？还有什么东西？现在优势比较大啊，他们不过他们也都快上都上高地了。这个李燕同学，你把这个枪法推了好不好？好的，蓝盾出来。哎，三大剑在手，可以考虑做鞋子了。哈哈，现在考虑做鞋子。我能护甲鞋吧，这个哦，青羽了。哎呦，这个好嚣张啊！单挑大龙，结果还把大招交了。你这个叫人来就不好了吗？还何必要交大招？嗯？茫茫，哎呀，真是拍不过。啊、哦，这个还能不能了？哎呀，艾伦这速度真是高啊 ！Q 啊 ，Q 一下牛年。啊、哦，操，开大招。这个边马上。你有 W 不虚他呀，啪啪啪几下就把他带走啊！啊，我就说嘛，啊，我就说，加上你这有吸血还挺好。哇，这好嚣张啊！
叫红 buff， 哎呀，他们要推下路了，那我就下路吧。我说要打下路塔，用 W， 反正这个回转快，3000多血，好肉啊！每秒恢复15点，我操！冷凝，这叫什么情况？盖伦顶塔强拆，啊，死神小辣椒是这个，啊，塔身上破了我是你啊，啊不要紧，哎呀，麻烦，要等级世界了。现实的，这个死哥跟我条条不过，还要换一个，这个就是明显小学生赢来，嗯，这就是我唯一的评价。看多少年能抬出这一下，我还有个 Q 上线，这个游戏出来比较好啊，方便逃生。我才有个红哈，那我有皇冠了，你跟我跑，好逼出这个来，我还有 W 啊，你跟我跑。盖伦同学说追我半条街追不上，这个路也是感觉激动比较高。这两线出来之后，啊，我还出点光环吧，出军团。军团，对，1000多啊，我上路团了。盖伦。求一死跟 VN 单挑，但是 VN 要拆塔进墙上，这个死哥表示你跟他做啊，开个大招把他做就行了，怕他什么，这个很不专业啊，这个我批评看这个维恩同学很不专业啊，我是他我就直接开大招把他做了的，然后就去把他塔割了，这个你顶这个死哥打就不一样了。在一个关键点的位置开大招就行了，不要被猴子调配，先耗一下。
难为啊。本来都没看出来。同学想起跳起啊，好，好，我先买这个头了，回家我去，剩下四个该你们办，咱们该你们办，好吧，先去把视野做了。哎呀，怕怕怕，挑起来又死了。这个不怕他。啊，还想个眼，把事也做了。农惨遭 SN 啊，好了，你们发现了，太迟了，兄弟，别讲了，不用管。哎呦，好激进啊，上年后踢一下 IVN 惨遭集火啊，哎，哦，死亡了，带走他们基地吧。怪轮没来，怪轮我说他们死光了，重生又如何呢？这表示重生也无法无法阻挡我们司法的脚步。现在攻击力刚好177，带走两座吧，盖伦同对面盖伦同学，你这打身上疼的呀，好，来来来来，看谁看谁跑得快，好，我们这边有人来了，好，玩跪了，跪了就跪了，接下来就出兵先带给他们基地了啊，哎呀，这一把，哎呀，各种神级啊，一开始四个集体掉线，然后集体复活，这个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啊，哦，那个超级兵把他们打爆了，好了，那我们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我们下次再见。